阿朵老师。 Hello。 坤哥，前辈，多年不见，你胖了。我，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我了，但他胖的还是能够认出来。很帅，听你的声音就认出来了。Hello， 我是张曼奇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所以在。 再跟你让老师再介绍一下，我叫龙飞。哦，一定要记住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的音乐风格。是吧？因为本来我自己做电子音乐的，但是我就很喜欢国风。那挺好的，未来国风是一个大的趋势。阿朵，我真胖了吗？胖。我每天跑4公里，你说我胖了？你又不是走颜值派的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走颜值派也不能。 不是胖，是健壮。哦，那时候我们见的时候我还瘦了，很瘦。现在你那时候很瘦，我那时候见你的时候。对对对。